各位朋友，各位媒体，我是台湾人民法院的理事长陈达成律师。今仔日真欢喜，大家来参加这个记者会。虽然今仔日来参与、来采访的这个媒体无多，但是咱嘛是同款要利用各种手段，把咱这个诉求给发送出去。今仔日这个记者会主要的重点就是，台湾人民法院有接受到真济朋友的这个告发告诉，就是讲台湾的法院呢，啥物犯罪的案件伊拢会处理，但是呢，足济朋友有一种经验，就是讲拿去告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官员，甲中国伫遐咧勾搭。做一寡只背叛中华民国，还是讲背叛台湾人民的代志，这种的呢，在因中华民国的这个刑法是属于这个叛国罪，就是咱常来咧讲内乱外患。但是哪有人去告这的代志呢？高检署唔啦讲无处理，嘛唔啦讲吼无做起诉处分，不起诉处分拢无处理，甚至嘛拢无侦查，真简单呢。就甲一张公文，互你讲吼，你来告这个马英九、告连战吼，我有收到啦，我知影。但是吼，因为我是这个国民党的辩护律师，所以呢，我吼多谢你的关心，谢谢。安尼啦，案件就结束啊。所以这种代志常常咧发生的时呢，咱感觉讲，咱应该呢用主权在民这个观念，咱家己来设立法院，咱来个审判。所以今天主要目的在这个所在。怕说大家朋友还是说全国的民众不知道说有这个事实，我今天呢就邀请我们几个朋友，尤其是台湾北社、南社、中社、东社和台湾社、客社，他们大家联名去告马英九，但是呢同样没处理。这个事实呢，我现在先邀请这个北社的秘书长李传信李老师先给大家报告一下，感谢。好，李署长，各位媒体记者，各位贵宾，各位来宾，大家好哈。伫咧旧年哈，咱八月十八哈，台湾北社、台湾中社、台湾南社甲台湾东社哈，有四个东北、南北社哈，去这个台湾高等法院哈检察署来告这个马英九加这个江炳坤，人家人叛国了哈，就是外患罪。原因就是讲，伫咧旧年哈，马英九出国去访问的时阵，伫这个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哈，出现咱大使馆内底哈，用中文名写作中国台湾，这个、英文名是 China Taiwan， 就是中国台湾，过于这个外患罪的时阵哈，阮记真济这个媒体报道的例啦哈，包括伊对外国看到真济台湾地位和中国改变成中国一省，伊拢无反应，所以阮感觉这严重性真济，有可能慢久会出卖台湾，甚至甲台湾送予中国，所以阮就发起一个告发这个慢久外患罪。我也得到这个因高等法院检察署吼伊回文啦哈，可能大家有媒体记者哈，头前第二张有看到，检察长严大河哈，伊甲回文讲正清楚，讲这个马英九哈，无积极作为宣称我国国民为 Chinese Taiwan， 敢若消极为对各国将我国国民标示为这个就是讲因标示中国台湾哈，伊无积极作为改做瓜回应了哈，就讲默许意思了哈，伊讲没有积极的提出这个抗议，所以上伊是认为讲迄是一个礼貌上啦，对台湾的主权、对台湾人民用这种方式来践踏，迄讲是所谓礼貌性、礼仪性啦哈，其实随上伊就是咧默许这款代志一再出现，了是你看最近真侪国家同款。用因真济即款外交的方式伫侮辱台湾，包括真济国际遮个比如讲入境的时阵，叫台湾人填中国人，
甚至呢，把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呀，包括真济这个邮政，嘛同款是台湾是中国省啊，中国台湾省。所以对这一边来看的时阵，其实马英九是在放纵、放任台湾变成中国内部的问题，变成中国的一省呀。因为时阵台湾在世界上绝对是真简单，就是由中国统治啊。啊，伫国内同款。今仔日咱个媒体报道，这个研讨会讲，到台湾的官员去中国访问交流，变成国内的访问了，变成国内不是出国、哦，是国内的代志。这款同款伊个部会内底，伊在咧强调台湾就是中国一省，所以感觉这个代志较是严重，所以台湾人民吼、哦、应该会愤怒。所以咱都爱搞这个这个代志吼，和这个台湾高等法院哈检察署，但是伊回文呢，所以咱无法度忍受，所以交予台湾人民法院来处理。以上多谢。台湾人民法院接受了这个告诉了后呢，原来是咱要照一定法定的这个程序来去审判啊，所以呢，今麦主席是由台湾人民检察署的检察官呢，已经。甲马英九、连战、江炳坤啊，甲这个吴碧雄已经甲起诉啊。啊，起诉了后，即摆现主持呢，啊，咱来设一个人民法庭来审判伊这个犯罪的事实。咱今仔日就是要透过这个记者会呢，宣布两件代志。头一个就是讲，审判的日子已经定是5月7日，伫这个公务人员训练中心是这个。新生南路迄个所在，另外就是要透过这个记者会呢，征求咱全国的民众来担任这个陪审团的陪审员。咱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让全民来公审。啊，除了这个情形以外呢，咱原来要透过这个审判的这个程序呢，要引进两个真好的这个制度。头一个就拄则我讲的，就是讲若真正有一寡遮犯罪的代志呢，咱是尽量希望讲哦，一般的老百姓拢会用参与，就是美国这种陪审团、陪审员的这个制度，莫让法官呢有法度去哦后边遐政治人物来控制，还是讲呢认定犯罪事实，你后边也有罪无罪，是一个法官都用做决定的，唔是，是证人来认定。安尼才有准绳。那第二个制度呢，就是讲，咱原来要透过这个审判的程序呢，希望讲台湾甲先进的国家同款，伊这个在审判进行检察官呢，要甲被告起诉的时，袂用甲这个犯罪事实写甲足清楚，啊，佫提足侪证据起嚟，因为一个审判官。头一个还未审判进程，都接受，都看到一寡只犯罪的事实，枪支啦、刀啦，啊，一寡只有花衫裤等等，啊，然后佫写甲足清楚，伊一声就认定讲这个有罪嘛。审判官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啊，所以这种制度是足歹，法律上叫做卷证移送、并送制度，就是讲卷宗甲证据一直送去予法官。和法官行为审查就不对的，咱要采取的是一个先进国家的一种起诉状一本主义，就是讲起诉一张、起诉书加一张尔，顶头甲写讲吼，被告某某人伊犯什么罪，安尼尔，和法官，啊，然后审判迄天吼，检察官一项一项提出来，辩护律师一项一项甲反驳，安尼才对。咱要采用这种制度，对咱的人权较有保障，无你看阿扁也好，还是讲其他一寡只。去用冤枉的人，我跟你讲啦，真正到尾下来无罪了吼，规家口啊吼，家破人亡啊啦。所以咱要透过这个审判呢，我呐来引进这两个真好的制度，陪审团的制度，起诉状一张原则的这个制度。吼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今仔这种审判呢，主要是讲是要让咱人民知影。这种重大的犯罪